最强音最终战台中圆满落幕，除了有多组艺人拼死呈现最佳，工作人员战战兢兢完成，以及观众大力支持外，大工程还有可爱的主持人们。今天在的现场是台中圆满剧场 MTV 亚洲音乐大事演唱会，有没有觉得我刚刚讲得很顺？对呀、啊，练多久了？昨天都没什么睡，因为压力很大，老板不给我们拿手卡。黑人哥也没有，巨人哥也没有 ，Apple 也没有。那你抄在哪里？我一直圆脸巨大，所以我就黑人哥在你旁边，你整个。所以我有准备鞋垫。为什么我不能站在建恒哥旁边？好奇怪啊！我就喜欢站建恒哥。哎，你去建恒哥旁边，马上变又很大只哎。可是建恒哥在你旁边，显得他很帅哎。他很瘦啊，他瘦到一个不行。我是说帅。哦，帅。他故意忽略那个字。我没有听清。但我是觉得西西比较帅啦。没有啦，就尽量都不要跟黑人站在一起。对，我也是。两个人。黑哥就是最好的挡太阳。黑哥算是那个伞啦，遮阳伞。黑哥很粗哎，他是讲什么话？我是说你才很肥。对，最强音最后一站，双舞台直播互动，新鲜有趣无冷场，幕后真实相当生活，有紧张有轻松，观众双重享受。因为睡二字很醒啊，平常那么累，对，所以才拍那么醒。你叫快一点。你都知道，老板很会唱，对对对，很厉害。他出去了，你们来听一下，真是他们出去，只有我敢对我对他这样。对，你让他弄一下捞瓜，捞瓜，来来来来，耶！害羞嘞，羞，对，这一次的是什么？宝贝呀，不是，害羞了，啊，来，这个有什么秘密啊？最强音主持群准备了很多功课来应战多组艺人访问，下足苦功。特别的是黑人陈建州的直播宣传，满足了更多不能来现场的粉丝，也看出对大家的关怀肯定。黑人陈建州在这次的最强音舞台上看到许多未来舞台新展望，有了不少感触。 VR， 我对 AR 和 VR 是非常有兴趣，准备投资。真的假的？希望了，对，因为这是未来的趋势。我投资不是因为说要赚钱，而是对未来体育运动赛事转播 VR 的话，这对球迷还有球员是很棒的。所以现在看，可是五年后才技术会比较成熟啊。这不错哎，就感觉自己正在球场。对，尤其演唱会，我觉得是最棒的，就是你可能买票的时候，比方说你今天看五月天，票买不到，可是你有 VR 的话，带上装置，你或许就可以感受到第一排的整排。好的音乐盛宴，绝对有许多用心者在推动，能让台湾的粉丝看得如此过瘾，这幕后最强大的推手，肯定有惊人的意志。我的女子要唱歌了，直接放下，让我嗨翻哦！谢谢，谢谢范范，给我们那么好的舞台唱歌，而且你在台中算是我半个家，算是我知道亲戚爸爸，然后舅妈，什么小朋友叔叔都在，都坐在第一排的右手边。谢谢，谢谢范范。慢慢说，很多歌迷都在等他。哎，你哥有种感动感。对，非常感动。没有，就是你知道，
想起我以前在 Channel V 的，虽然 Channel V 已经没了，然后范范姐还是堂主了，就是很高兴这一次这么多人支持，这个这个真的是，对，现在不能哭了，我其实蛮。感动，因为这一次真的是很独立操作，有对，所以其实对，知道我今天业务，我今天敲通告，然后我今天排 round down， 然后所有的艺人还要我来想办法去沟通，但真的谢谢这些唱片公司的歌手帮忙，真的很感动。Andy 哥致力于台湾娱乐，拼一口气，亲力亲为付出，架构出了众所期待的最强音。Andy 哥，谢谢你，有了你，台湾的孩子追星很幸福，因为这么多最强音就近在咫尺。完全娱乐，永远放在心里，独家报道。完全娱乐。